你花了30就为了买杯奶茶？大小姐，奶茶店合同签好了，一共30万，合同发你手机上了。还真有人和你一样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以后不能这么乱花钱了。给，要听姐姐的话，下次别买那么贵的奶茶了。乔总，这是申请我们投资的小公司，但是没有什么价值。这是上次给我钱的姐姐耶。看来这次你注定要失败了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，投资不到位，这公司可就是我的了。你放心，收购之后肯定不会忘了你的。你别的本事没有，替别人做嫁衣的能力见长啊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最近有没有听话啊？你还真适合和这种穷人待在一起，一股穷酸味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种人你是喂不饱的，小心他缠上你。姐姐，我是来还你钱的。不用，那是姐姐给你的零花钱。我有零花钱呢，这个数200，2000。董事们都在等着，他们说你再来不来投资，公司就要被收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要处理一下。我看就没有必要等下去了吧，趁我现在还愿意收拾你这烂摊子，你得赶紧巴结我。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注定要败给我。投资小孩子口气不小啊。乖，别闹了，你先出去，姐姐一会儿再陪你玩好不好？我没闹，我有钱。门总，账户里多了一笔奖。